Hello，大家！看我戴着口罩就知道我马上要出门，我要去趟邮局寄一下我的老的 BIP。哎，我跟我的小伙伴约的是12点，现在已经12点半了，我还没有出门。啊，迟到大王！本来我想着今天化一个妆，跟他录一个视频啥的，但是就来不及了，我就飞快的画了个眉毛，反正戴口罩嘛也看不见。好，所以我现在得马上出门，不然他要等我好久。那我们一会儿就给大家录，拜拜。见到了这个人，我刚刚去寄 BRP，就是 BRP 说要减2半，然后我就说我见到我这个朋友之后，对吧？我在他面前减，这样我就安心一点。结果他一直让我不要减，不要减，不要减，我就把寄了。寄了之后他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不要减，后来他又说他觉得要减。现在是在我们渡轮小镇上，我们往喀索的方向走。好，来介绍一下。哈喽，大家好，我是陈肯尼，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哎，陈肯尼。啰里吧嗦。这个，你看这个胖河马。胖河马。那我导师说，他最喜欢吃的就是这家胖河马，所以他把我们那个 education 的页面都背景都用了一个胖河马的图。哦，Fat White。非常好吃，极其推荐的咖啡。对，对，里头蛋糕也很好吃。Closed，就吃了无数次，超级好吃。它那个面特别好吃，对，特别特别好吃。每次人都超级多，所以以后咖啡 brunch 特别好。对 brunch，对对对，每次都要等好久，要排好长的队。对，无论是什么时候。这个 library 是我们经常去的一个 bar。酒吧，特别特别的嗨，对，我们很喜欢的，在里面玩游戏喝酒，玩什么游戏呢？就是很多 society 啊，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日本Japanese society。还有那个 Chinese Society 也在里面举办，还挺好的。就我们经常去的一个 bar，喝酒聊天，谈心。好，前面有两个营，我们有点害怕。哦，那个没剪，真没事儿吧？没事儿。对，这个，不，哪个？这个，这个门。啊、这个，哎，你是不是杜伦人啊？我利物浦人，因为他原来的小区是在 Queens 小区的，所以他不熟悉，对吧？Hatfield，第二古老的学院，杜伦的第一个是那个 University 嘛，一会儿再去。哇，我当时报的时候还报了 Hatfield。因为我第一个填的就是 Charts，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知乎上面看到了一篇文章，就是说 Charts 各种好，然后我就写了一封 letter。啊！我就说我一定要进岔子，结果没进。进了，我就是岔子的呀。啊，你是吗？哎呀，你是人吗？你是个人。我说了，我让他讲800遍了，我是岔子的。他一直以为你是 JB 的。什么 JB？我在 JB 住过。那也是 JB 的人啊。哪？哎呦，他是 JB 旁边一个叫 Stephenson 学院的。以前在 Queens Campus。对，在一个叫 Stockton 的地方，那边贼破，就晚上不敢出门那种。他每天都很害怕。我们的教堂被一个红色的树挡住了，一会儿就要来了。一般新生得做一个仪式，就是晚上喝完酒之后脱光衣服，然后穿过那个岔上。我靠，真的吗？你们在没有湖州？没有。你不是在 Stephenson 的吗？你怎么知道这个意思？好，到我们 Charles 了，来过吗？没有，是第二小的学院 Charles。我们马上去，就是中文学院。你去过中文吗？去过一次，对，没有去过里头。那个中文学院呢，是杜伦最小的学院。哦，是吗？是的，是最小的。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是里面的。中文吗？看中文的门是不是很恢宏啊？就比我们岔子就感觉大气很多。但他其实他才是最小的。我在门上贴了个告示。Attention。就以前上课的时候，还经常坐着。Thank you.
们开学典礼那个和毕业典礼都不放这边进。这是个城堡学院。对，是我们杜伦最厉害的学院。没有之一。对，现在就是 University 学院了，是不是很漂亮？对，那这边有个小门，马上给大家看。就晚上你想来喝酒的话，也从这个小门进去，把你的学生卡就是扔到那个，他会给你一个储存的小盒子，扔到那个盒子里面，因为是学生才能进去。然后你就可以，要排队。对，你就可以进去了。他们的bar还可以，还不错的。就是这个小门，像不像小矮人的门啊？要不要给你拍一个试试进去？这怎么进去啊？就不是，就是，来，要蹲多少？洞里面看的感觉。是卡索的 Jewball 的时候，就是在这边举行的。但那天天气非常的恶劣，天降大雨，都给冻死了，真的给冻死了。Jewball 都干了什么呢 ？Jewball 的时候啊 ，Jewball 的时候就是先吃，晚饭前先 pre drink 完了，我们就在这边吃饭。吃完饭之后就进卡索里面，它会有 disco， 它先放音乐，你先跳一会儿，跳完之后有那个 silent disco， 你就戴着耳机，你就。但是你的耳机里面是有音乐的，然后那个卡索里面有节目，有人跳芭蕾的，就各种，还有一些赌局啊，就他们有那个 poker table， 对对对 poker table， 就很好玩。我之前有一次是一个新生派对，然后我们去玩的也是有赌局的，就很有意思。Welcome to the table. This is the easy table. I really like this table. Yes, yes, right now. 赢了吗？赢了，就是那个赌钱的那个就是那个荷官，就那个荷官就叫做什么？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然后他是个博士生，就是经常给我们放水。我靠，我们俩穿一样的衣服，帽子也差不多。但是我是 UO 的，他是 Gap 的，是吧 ？UO UO， 他一直在学我的 style。没有，我搞了之后，我跟他说了好多遍，不要再学了。我学你变胖了吗？没有吧。好，我们看这个小。就这边有一个 T house， 没喝过这间 T house， 我只喝过 Castle 旁边有个 T house， 他们家的 lemon cake 很好吃。这个位置很好，我觉得。对，就大家一下来就想去喝 T house， 就很多人还坐在这边喝呢。他们这边摆个小桌子。又到 library 了，好想进去喝酒啊！我觉得他们家啤酒不错。嗯，他们家就是主打啤酒嘛。对，别的一般般其实。但我经常还是点 Sex on the Beach。看我们这边有个红绿灯，之前那个卢米埃尔灯节的时候，它那个灯上面就会有各种东西，爱心啊、地球什么的。这个人非要说 Jimmy 的那个 club 在 Clute Club 旁边。是叫 Jimmy's。但肯定不是，我印象里面绝对不是。他那次喝多了，知道吗？蹦迪的时候，真的不是，真的绝对不是。当时只是微醺，哎呀，有人，微醺有人，小心。真的吗？我总觉得是在那边。不是，真的。要等一下，赌一把。好。赌啥？赌，本来我 BRP 没减，我要打他两把，然后如果他赢了，我就打他一把。哎，能不能不打了？好吧，是不是个合理的买卖？合理个毛线！如果我赢了，我打三把。意大利的，西班牙的，对，西班牙的，西班牙的。这我在杜伦吃第一家，不好吃。去了第一次以后再也没吃过了。不是特别好吃，我觉得啊，但是很多人吃。这个 Chapters 我经常在里面喝茶，挺好喝的，很棒。就是他家一个一大缺点就是没有 WiFi。嗯。带你看一下，这边有个车挡着，但是呢 ，Jimmy's 就是后，就是车后的那个紫色牌子，先就从这进来的。我们从这边吗？对，不可能。是的，但是呢，他是从那边出来的。怎么可能？哦，这边是全杜伦最小的一个小吧，
是个特别小的小吧，特别小。写的 the Durham smallest bar。Look at it。Durham smallest bar。特别小。然后这边有一个 boat club。啊，我跟陈可妮就是在这边相遇的。是吗？哦，是的。我要打你。你要在这边相遇，第一次见。第一次见面，对，我们当时有一个 event。在这边。Entrepreneurship event。嗯，对，这个 boat club 也不错的哦。我之前有很多，我参加过 Thai party， 在这边就泰国人很喜欢这边，是啊，就是好多 Thai party 在这边举行的，很不错的，很不错的。有人划船吗？没，船都没了。一般就是这边都有划船的，但是现在疫情嘛，没有船。我看到了天鹅，对对，天鹅那边，对。然后经常我们学校的那个划船队都会在这边训练的，这条河上。或者有朋友来渡轮，就带他们来就划个船上。对，这个 Clute， 这 Clute 我们一次都没玩过。告诉大家这个 Clute 的传说 ，Clute 是全欧洲最差的吧？它因此而被大家追捧。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是最差的，不是第二差的吗？哎呀，为什么呢？好想知道。我操，你这好自豪。其实它在 Urban Dictionary 上被以前是第二差的，结果第一差的在比利时被烧了。哇，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就结果就自动变成了第一差的。是，这个故事我一天要讲三遍了。才三遍吗？不够吧？三遍怎么能够？好的，那我们之前一直想来，但一直都没有机会来。对，阴差阳错，我们就去了 James。你自己读着这个怎么拼 ？James， 哎呦，我那天晚上真的是喝多了吧？你现在也喝多了，你 James 都读不出来。James， James Allen， 其实前面。我们当时是怎么进去的？不扎进的呀。不可能。这当然。我怎么？好吧。你看，我 James Allen。这吧的氛围还蛮好的，我觉得。对。就是很小，就有点小。小有点像个地下仓库。前面就是 Clute， 就是 Clute 最好的是 Sunday 的时候你来，星期天的时候 ，Sunday Clute 很有名。Clute， you gotta love it， 黑子。我高中有很多同学来渡轮嘛，然后他们就跟我讲 Clute 的传说。什么传说呢？就是天天周日特别忙啊，然后。我很正经。这点八卦也是得知道的。很多人不喜欢 Clue 的原因就是太多了，太挤。所以它最差呀。对，但是就是那种人多很闷的那种氛围，又是特别好，让人欲罢不能。对，所以就是它就是经久不衰，即使是最差的。但我觉得它就是因为它最差，所以人家都想来。对，就是有一个罪嘛。对，有一个罪。他如果比如说是倒数一百差的，那还有人来吗？没吧？没，不是。但我觉得你的存在机有它的理由。对，一百差的那它存在，说明还是会有人去。我们这边 Bells 是 Fish and Chips， 对，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真的超级超级好吃。我觉得是我在英国吃过最好吃的 Fish and Chips。我说你 fish and chips， 你一般喜欢加什么？我喜欢加 baked beans 还有 mushy peas，不是还有是或者 mushy peas， 两个加起来就不太好。你呢 ？Curry，哇，这是我们利物浦的一个风格，有 very Scouser。那到我们渡轮市中心了，然后大家买了 fish and chips 会可能就会坐在这边吃啊什么的。我们现在去 Gala。以前渡轮只有这一家电影院，在旮旯，非常非常垃圾的电影院，像个放映室。这个电影院真的是震惊我了，如此的美丽，我们想笑，知道吗？我本来以为会有很大的屏幕，没想到跟我之前学校的汇报表演差不多。是的，太可怕了，我们看的是蚁人，而且这里的座位还没有那个没有放杯子的地方啊。我妈买了 popcorn， 还没一杯饮料呢。对啊，好尴尬，这是英国吗？我怀疑过了，可能真的是来到另外一个小镇。但是后面有了一个新的，之后我们就老去新的。Tiffany， 碰到我们的朋友。我知道，我们穿过马路了。哎，你不要看我，我特别丑啊！没事，正好抓到了他的小腿。
沙拉啦。哦，这边呢有很多的餐厅，还有 bar。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 players， 我觉得是杜伦最好玩的。周三会那个体育队打完比赛，然后换个衣服啥的，就过来蹦迪。然后里头一般有个有帅哥，有这么敷衍的，你看这人多敷衍，就是肤浅，不是敷衍。因为他中文不好，他小时候在这边长大。主舞台一般会有三个叫什么脱衣男郎穿裙子在那边跳那种特别特别骚的舞，就跟我有的一拼。我们当时刚写完论文就过来玩，贼好玩。这边也是一个，这个 Fisher Mills， 它白天是个 bar， 然后十一点的时候会变成一个 club。啊，这边上面也是个 bar and kitchen。以前我同学在里面还约会过，我记得。你有没有约在里头约会过？当然没有了。怎么可能？不然我就会说我在里面约会过嘛。这个是 Nando's。Nando's， 吃一瓶 Nando's。对，英国很有名的，他家鸡肝特别好吃。啊？鸡肝点啥？鸡肝，他家鸡肝好吃。哎，有吗？有啊。Chicken liver。liver。我觉得英国人不吃鸡肝的呀。不知道，你是假英国人啊？我们到 Tesco 了，就市中心的 Tesco， 然后。这人不是很多，我觉得。里面是吧？外头排队的不是很多。嗯，说实话我觉得不多。新的电影院特别好，椅子特别舒服，据说特别的高级。你去过吗？我没有。你有没？我很少去看电影。对，因为他就是用那些不良网站看。我没有。好，这个 Thai River 是家泰餐，但我觉得最好吃的是纳东泰。我们杜伦的小河不是应该看城堡吗？教堂。我不是在迂回吗？啊，明白。之前那个灯光节的时候，你看到没？就是它打在那上面。那种灯。啊，怎么又是他？谁啊？这个人一直跟踪我们到现在。前面就是。这边是那个 Baby Long。嗯，但很多人很喜欢 Baby Long， 因为它是个特别新的，但是上次我去的时候还漏水。刚刚跟Kenny分开了，然后现在我回家，所以今天的视频就这样结束啦。喜欢的小伙伴不要忘记点个赞，转发留言评论，并且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